后肢一点肌肉没有。啊，也肌肉萎缩了。少肌肉保有量还低。是不是今天早上的狗粮？行行，今天早上狗粮一个。要得细啊，我看还有点黏黏的那种。嗯，看到了吗？嗯，小辉，这太大了，这个。对，这是个扇吗？扇，这是个扇呀。哦，那扇气是吧？嗯，这是唱管啊。嗯，这唱歌里边，吹一张气，我生气。不是，这不是个肿瘤，这是个疝啊。下面疝，这里面疝内容物是膀胱、膀胱和肠道。这个位置，看到是它的膀胱。嗯。这个位置是膀胱，在这个位置是膀胱。然后咱们看到一些它尿出来一些血啊，这些黏膜啊这东西，看这里面那些高亮的，其实我怀疑就是一些黏膜或者血凝块这些东西，看它漂浮的东西，看到了吗？嗯。膀胱里下来的。前段这坑凹凸不平的是肠管儿，就说这有个疝动，腹壁有个疝动，腹部是有个疝动，然后肠管儿膀胱全部疝出了，这一个方面。然后现在呢，它整个胃里面全是气，有些地方我看不大清楚，但现在我能看到它肾周，它的肾的周围现在是有一些有一些水的，肾的周围是有些水的，也就是说它是存在一定的腹水的过程里面。就是说，他这个情况，我认为调整一下，先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这个水合之后，还是手术。手术的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归是把那个疝孔闭合，把膀胱还有肠管然后归纳还纳回去，还有一个就是把他的这个卵巢子宫一起摘除掉。发现都需要摘除。对，反正是一次手术。其实我这一次手术，我这个建议是都要去开腹现在，啊。那想看这个手术大概，就是说需要多长时间的一个手术？你说手术的时间，手术的时间看这疝动的修复，一个来小时吧，一到两个小时内应该是。那费用大概是多少？费用的话，换好卵巢子宫摘除术得，可能在三千左右吧。一共的是吧？对对对，就是只是手术。啊，不算后面的住院的住院，对，这不算。如果说用补片的话，你可能要加一个补片的费用。那个是，那个费用应该是在1000左右。我先想想把它这个胃里面的气体排一排之后，我们再去做 B 超去看它的腹腔什么情况。那手术的话，今天肯定搞不了，他要先再调整一下他的水合，胃胀气的问题解决一下，后面不要再，给我那个内科主任我再沟通一下，沟通一下看我们后面什么方案这个事情。但挺，他还虽然说指标上还好，但是其他问题还挺多。嗯，看啊。现在就是想看把那个胃里面气体排出来。对。Thank you.
还那么疯呢？他这就脱水脱，脱水屁就松。大家好，我是大硕。真的每次看到像这种被遗弃的狗狗，真的特别特别憎恨它的原主人。你说你养了，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的负责到底？你看看这个狗狗已经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像如果是没有及时把它送过来，一个晚上可能这个狗狗就已经不在了。像本来呢，咱们医院这边有一个重生，然后现在呢又多了一个小八哥过来。就是你看到它这种状态吧，如果不去管它，不去给它治疗，它可能真的就活不下来了。所以也挺不忍心的。今天呢也是给他做了一些检查，他的身体情况可能也并不是很好，像他的目前看来比较着急去处理的就是他的一个疝气，但是他的这个里面疝气里面是有着这个膀胱还有这个肠道就是堵在里面了，他如果后面再继续去恶化的话，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他肠子堵上了，或者一直挤压这个膀胱，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生命危险。目前呢就是说先需要给他去调养一下身体，因为他这个脱水也比较严重，然后营养也不良，也特别特别瘦嘛，可能最近这两天会先给他去调理身体。他的包括他疝气这个问题呢，大夫也跟我们说的是肯定要去手术的，但是得在他这个身体的机能允许的情况下才能给他去做。等到复查这个结果出来吧，到时候我们也会跟大家再去说一下。